好，我们的车子来了哈，我们今天早上要从绿泉酒店，泉州绿泉酒店出发，往崇武古城啊洛阳桥方向走了。黄师傅啊，黄师傅来接我们了。风塘哦，那边这个小渔港，小渔港啊，避风塘，崇武接近崇武古城了、啊，这个地方。那时候就要爬大竹梯攻这个墙、哦。这个古城真的很蛮大的哦，这个古城蛮巨大的。我们先绕一下古城周边看一下。顺便看一下那个惠安的风情园今天有没有表演节目。惠安的风情园如果有的话，我们就不用去惠安了，对不对？不用去小，我们就可以看看他们。对，不用去小大的。不用这么远的嘛。惠安风情园，不是我们。惠安风情园有的话，他就很多有那个表演节目，有那个表演，而且表演性。他穿的衣服一定是一样的，就是那种传统的了。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城门进去，这个城门进去，从城门进去 ，OK， 然后到水光古城门，运气好的话，偶尔会碰到一些穿惠安里服饰的女子，惠安区啊，哇，这从江湖古城，这个城墙又蛮高的。以前人是住外边，对，住里面的。以前这边都是农田啊、汤土地之类的。人在住。因为倭寇侵害的时候，他的老板住在里面也是很多这个花岗岩垒成的房子啊，所以又被称为石头城。哇，这个人都保护在里面了。壮观的崇武古城。要全部逛完要还花很长时间呢，不用长。我们这边选择性的，我们选择性的，这边有一个古城门。对了，这个东西我们不用全部逛完，选择性的我的周边来看一下它的外观，然后我们就要进去崇武古城里面来参观啊。我们沿道而来，要体验一下崇武古城古时候的那种壮观情景。到了崇武古城啊，这个。崇武开闽三王纪念堂，然后这边是崇武的一个城门。我们来到了这个崇武古城啊，我们现在在这个崇武古城的这个什么门啊，要进去了啊。这个古城门进去从里面参观啊。好，那我们进去吧。古城北城门。手机啊。没事，你们走，你们走。原来就是住我们台湾过来的，一直都住在，原来就住这里嘛，祖先都住这里。原来以前呢，也不是，有点都是北方。我们像我们姓汪的是。什么河南那里什么？这次姓，这次姓汪，姓汪，三点水的汪啊。这你是原来河南嘛？你说哪里？他都祖宗是河南那边。祖宗河南，好来了这里。那你在这住多久了？啊，在这住多久了？我们从小就在这里，从小在这里很久了。那个城地方，他以前是说六个兄弟，叫六桂堂嘛，六个兄弟，因为那个是什么东西啊，后来就改了，有点改姓洪，有点改姓龚，改姓那个，又原来六桂堂嘛，叫六桂堂嘛，就六个兄弟，这是祠堂嘛，是吧？这个叫祖嘛，我们这个这是你们怎么用？七个祖啊，算祖的祖啊，祖。啊，在后面的啊。好，现在进入崇武古城了、啊。里面古城的住家 啊还是很多。北门街啊，对，古城的原住民
我现在走在崇武古城的里面的，来看一下，在崇武古城的里面呢，很多原住民啊，当地的住家，原来的原住民都还住在古城里面啊。看一下这边的老房子啊，古城的老房子，这是真的老房子了哈，看一下哈，石头街的哈，要石头街的老房子的。光哥，你看的这个老房子，你看感觉怎么样？感觉、就是、你有没有以前有没有看过？看过啊，看过一样的，差不多类似。弃旧换新的那个生活习性的条件改变而已、啊。这是最原始的了哈、最原始的房子这栋墙了。就以前建造的那个。以前建造石头墙就是这种款式，这是新的房子，来了。你做的穿牺牲帮的，你配音器来到的崇武古城里面来参访啊。我们现在向50万迈进啊，50万迈进。好了，以后50万了。对，50万。往前走。背景要这边讲这个古城。好，我们这样子的啊，我们从这个古城巷道呢，慢慢的来参观哈。后面就是我们的团队，我们的团队，我们队长是领队啊。阿明哥，还有那个我们的简大师傅，他的巷道，他的墙，他这些石头嘛，很明显的，这就是一块一块的石头当墙。好，我在惠安崇古，这个在古城墙的旁边呢，留影啊，这是非常值得纪念的。我们回去哈，永生难忘。这个来开始哈。我们来到了这个泉州的崇武古城啊，这个古城墙是我们这个历史几上千年，有千年吗？没有吧哈。500年、400年、几百年来的这个抵抗倭寇的这个地点啊。我们的光哥他来过几次？真的老房子啊。这个真的是保留下来的残缺的老房子啊，这个墙壁是真的，以前就是这样子的，以前就是这个味道了，这个是蒲苇没哈，那个什么菜，这个什么菜？这个花油。花油菜啊，我们崇古古城的这个，这卖菜的群卖。卖菜老板娘，这还有卖鸭蛋鸡蛋，还有那买菜了，菜非常新鲜的，好了，买了，地方特产。这边卖鱼的，这鱼是海边，这海靠海很近的，靠海很近，这鱼应该不错哦。鱼面没。你按这大概盐也是。这边卖的，你看啊。来看。来看卖豆腐的，卖蛤蜊的啊，这个真材实料。城里面的旧市场，城里面旧市场，我们在旧市场。好，我们旧市场看一下哈。现在我们来到人民影剧院的前面哈，这旁边是个旧市场，这旁边也是卖一些饮食，地方很接地气的地方的食材。这里有台风吗？会不会有台风？这是卖好多鱼，好多鱼种哦。这一种不错，卖水果的，水果摊，卖猪肉的，
民歌剧就不错了。别靠了。孟家尊严几多天了？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孟家尊严多天？慢慢，这是孟家。这是五花肉嘛？这边。这个五花肉。五花肉一斤多少钱？这五花肉。十六。啊，十六块啊。啊。你哪里来的？台湾过来。台湾。啊，是肉啊。这是崇武的老市场。中午老市场的猪肉猪肝，哦，这个猪肉应该土猪肉啊哈，这土猪肉一定很好吃的。这土猪肉啊，来做个中午的老市场啊，这有卖猪肉摊，啊，卖猪肉摊、卖鱼、卖水果都有哈、啊。这个老市场来啊，留影，很接地气啊，这个就是很接地气，很有意思的啊，赞了啊。人民剧院，啊，后面这个家这栋人民剧院是蛮大间的啦，啊，前面就是传统的市场。包哥又没带人，卤味没带人，买猪肉你好吃。要不然我们大师在这里呢。买猪肉对的嘛？阿明哥，买猪肉该买康哥好吃喽。买的什么梨啊？什么梨？谢谢谢谢。看起来就来，啊，吃一下看什么梨。你看。好，这有间庙啊，这有一尊庙啊，这一尊庙，一尊庙。好，从庙住家，这电线，哈，这个电线，你们看一下这电线呢、啊。主屋池塘很多，这个也是一个池塘吧，这个池塘，这是池塘。连溪村汪厝巷，姓汪的，这姓汪的。现在的石头结构就是这种石头结构。哦，我们的伙伴呢，走在吃着梨子，走在古城的巷道，啊，悠哉悠哉的。体会一下古城的生活。你好，你好，嘉崩啊！哎，我来讲。啊，嘉崩。啊。嘉崩，哎。这嘉崩啊，嘉怡啊。嘉崩啊，嘉崩啊，啊。哎。这什么名字啊？这地方嘞？嘉猪肉嘞？哎。地方，嘉地方，啊哈哈哈哈。哦哎。你贵会啊？你贵了，八十贵啊！啊，八十贵，啊你83，八十贵，哈哈哈！你住这边啊？你看到内底啊？啊，唔讲，你民国贵的，安尼哦，今麦要你啊不？有糖是？有咩无有？啊，是少年的呀。廖姨啊，主持，这家是公司主持。你叫啊？想到。啊，我的伙伴们走入巷道，经过巷道穿过去。这个民宿，好，这个墙壁了，这墙壁是，这墙壁的构造有石头，有砖瓦，这就是最古老的那个结构，最古老古城结构。来哦，让一下，我来。你要问这边哦，哎，要问这边，停着，要问这边，来，哎，来，快点，不好意思哈。我在水关等着你。啊 ，OK， 英国，我在水关等你。啊，我在水关等你。啊，好，我在水关等你，留下你们的影像 ，OK， 给人家过哈。好了，不要了，我们走了。崇武古城的城隍庙，好，在这里哈。以前的水官私塾馆在这里，是崇武皇室宗祠在这里哈。OK， 经过这里，庙嘛。叫什么叫什么？来到了水缸门这附近了。
哦，这都是池塘，这里看到最多就是池塘里的池塘。池塘旁边呢，池塘旁边我们往下走就到了水关出口。祥源走第一名。好，我们现在在这个海潮岸这里哈，我们准备从这水关出口要离开崇武古城了。这个非常漂亮的海岸线啊，青岩在那边嘛，一个海岸线非常的漂亮。桥了，那边不能过去啊，不能过去啊？没有，去那个桥啊，小屿小岛屿那边。好，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呢是惠安的一个惠安的海岸线啊。这惠安的海岸线呢，这个是非常的漂亮的海岸线，我们。现在我们进入惠安风情园啊，我们里面来参观吧，参观来参观惠安里啊，惠里风情。还有惠里的胡适。啊，跟这个是不好意思，两个手放在这里。现在惠里风情园旁边呢，这个景观海景非常的漂亮啊，海景不错哈，光哥哈，哎，我光哥在这里啊。这个角落是在那个崇武的那个东边。好了，他给我们做海边太阳。惠安里的制服哈。对，惠安里的衣服。我们是过来拍照。您来啊，不错。对。惠安里的制服，他上衣就这样，一些传统上的就这样子，他租他们的衣服来穿的，就这长的样子，这个长得也很像，就这样。门票换酸梅汁啊，门票酸梅汁 ，OK。好，我们已经到了泉州这个洛江区，泉州洛江区的洛阳桥。哦，这边很多红树林啊，从那边一直那边的对岸一直沿着洛江啊，想过来了，过来洛阳桥。哦，几百年的古桥啊，千年古桥。好，前面就是洛阳桥，洛阳桥的天后宫在前面。好，我们底下走到天后宫。老板，这个是首天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呢，我们现在走在这个前往洛阳桥桥头的地方。啊，在旁边是洛江，老板能来一个好啊？洛江，洛阳桥，千年古桥呢？底下我们就从桥头走过去，走一段，拍拍照，体验一下千年的洛阳桥。现在我来到了泉州这个洛江区，啊，这个洛阳桥旁边，底下我们要去，啊，走一走千年洛阳桥。走到天后宫那边拍拍照啊，留下我们的身影。好，前面是洛阳桥的天后宫，那边过去，那边过去。现在是我们来泉州第六天啊的下午呢，我们来到了泉州市洛江镇洛阳桥。我们现在要去走一走千年的洛阳桥啊，体会一下古人走洛阳桥的那种情景啊。各位在不在？在。
大闸蟹，卖大闸蟹的，大闸蟹。好了，走吧，走一走吧，走到天后宫就回来。 好，现在我走在的这个洛阳桥上，现在要往洛阳桥呢前面的天后宫那边走过去，这个已经期待很久的千年洛阳桥，终于亲自踏上了桥上。 终于亲自踏上了这千年的洛阳桥。以前要泉州的，出来旅游就是寻觅地方古迹，留下我们美好的回忆。 现在坐在这洛阳桥旁边，这个林木海。我们的伙伴慢慢的从。 洛阳桥走回来的，从洛阳桥慢慢的走回来，完成了体验洛阳桥的旅程。来，现在我们的伙伴们呢，来到了泉州玄浦村，现在在玄浦游客服务驿站前面留影。 底下我们要到玄浦村，玄浦民俗文化村里面呢去参访，然后体验一下簪花啊！我们队长底下要示范什么叫簪花男。 那间这个天后宫表演。 天后宫看表演啊！玄浦村，玄浦村可以看到簪花女，漂亮的簪花女。玄浦村到处可以看到。十块。拿一个卷儿，十元就可以。 等一下，等下，当然拍照。可以拍啊。哇，这个漂亮，漂亮。这叫光。
啊。哦，再问。问他管理面看一看。辛苦你，辛苦你，大家在这里啊，在这里参观参观。哎，这里面有冷气吹，不错。冷气吹，休息一下。啊，体验一下，体验一下啊！来到泉州玄圃，玄圃簪花村，玄圃村簪花，体验一下。预计收款100元。来，先我们先来看一下队长，体验一下。我不懂，我不去拍照的。我们队长体验一下这个男生的簪花啊，在玄圃村这边体验一下男生的簪花是长得什么样子的，大家给他照相机给他拿起来留影啊，用直的给他拍，多拍几张。帮队长多拍几张，大一点点。你帮他多拍几张了，多拍几张，啊，队长，这个是一个玄圃村啊，扮演簪花男，啊，这个簪花男很资深的簪花男，哎，很帅气的，帅气的姿势摆出来，赞喽，好，都大家都帮他多拍一点，多拍一点，耍老大，多拍一点，多拍一点，多拍一点，姿势摆多一点，40块啊，姿势摆多，多几个姿势，多几个姿势，我没姿势了啦，多几个姿势，搞不出来。哦，后面很多簪花女，啊、哦，很多簪花女哈，啊，这地方体验一下，体验一下，体验一下，哦，美女，哦，美女好多美女，后面好多美女，哎、啊。啊，你看，哎，来，啊，我们最美丽的簪花女，啊，玄圃村最美丽的簪花女在这里，是几十万的网红哎，你们赶快，好漂亮，好棒啊，棒啊，多拍几张，多拍几张，好棒啊，啊，通通进去，好，等一下我才来，哦，太棒了，这玄圃村呢、啊。按这么漂亮的簪花女来结缘拍照啊，太好了，赞不赞？赞！好，给我们的美女们掌声一下。我看来到了骆家寺。那你们帮我们带瓶水吧。好，现在我们在泉州的最后一个行程啊。19号的下午来到了泉州海上骆家寺啊，后面就是骆家寺的牌楼入口，我们现在要往里面去参观，好，往前走吧。然后呢，来到了骆家寺哈，我从这个骆家寺的牌楼走进去参观。哦，旁边的海滩好多人啊、哦。好多好多，好热闹啊！骆家寺旁边的沙滩，今天人潮汹涌的啊！这里可以观海景啊，难怪人这么多。海上骆家寺，这座骆家寺建在海上啊，有它的特别的。不一样的特色。好，现在我走到这个海上骆家寺的这个入口啊，要后面是海滩，很多人，这边也很多人，看一下这边的海滩也很多人。好，今天人山人海的。
拍一下罗莎吃的景观。好，我现在进入了这个海上若家市的店前。好，为什么要找他们呢？等一下要到内店去参访。威震敖东。在这个海上若家市的庙城啊，那这个我看得到他们的建筑，寺庙建筑。之前是人，今天礼拜六，人潮非常的多。来，我们这个现在我们在这个厦门最厦门的最后一天啊。我们七天六夜行程的最后一个早上，在厦门这个香客斯酒店这边，准备要离开厦门到五湖码头了，我结束我们整个行程，现在请我们队长来向我们勉励几句。感谢七位弟兄，我们这个八位弟兄，七位连我不错啊，你要吐槽我啊？回去台湾再录。我们七天的磨合哈，感觉到非常非常的融洽，非常快乐哈。希望我们下次有机会再来。OK， 谢谢。我们来到了五通码头的登船口，准备搭乘金星六号10点半的船班。好，我们的伙伴在这里。大家在这里，排队登船。好，现在又回到了五通码头了。五通码头，要坐船回金门，金星六号，坐这艘金星六号的船回水头码头，马上登船。我们已经坐在金星六号的船上。阿明哥坐在金星六号回水头码头。等一下，好，来，我们现在在这个金城镇的市场旁边，旁边是金城市的零售市场啊，这零售市场在这里哈。我们来到这里，这个戴天府的牌坊，匾牌。戴天府的这个牌楼。好，我们现在金城这个市场旁边呢，这边卖很多这个民生必需品地方特产。我等一下我买贡糖。门限定古迹，清金门镇总兵署。好，我们现在吃饭的地方到了。现在我们来到了金门这个金城这个市场旁边啊，很热闹的地方。这旁边有这个牌坊，这座庙，什么寺的？好，林志寺这前面了啊，大家在这里纪念一下，我们也有来金门，来此一游。现在准备去吃饭了。好了，我们有事做，来。我们在金门这个巧味乡，金门这位翁师傅，我们这个翁师傅带我们，来这里吃，找吃饭的，在这里吃牛肉面，源头牛肉面，先冲九朝牛肉面发源地，在这里吃个牛肉面，在这里吃金门牛肉面，赞了，我看见牛肉面，不错，我味道不错，应该不错了啊。这温体牛肉的，你看它墙上有写吧，温体牛肉，金门九刀牛肉食，应该不错，味道应该不错。我不骗你，这师傅啊，这个牛肉面的牛块，哇，好棒，真的有够赞的。关哥，你看，关哥吃牛肉看看，我拍你吃牛肉。不知道，好，不错，好吃，
跟这个手工面，啊，温体牛肉蛮大块的，不错不错，这个金门牛肉特，金门的有名的牛肉。好，我们现在呢上一机场，准备到机场里面来办手续哈，大家身份证拿出来，换那个登机卡。现在在上一机场，好，已经办好了这个登机卡，啊，只要准备等待托运安检。好，现在在金门机场。来，我们的伙伴，我们的光哥、四哥、阿明哥，啊，已经坐上飞机了，坐上飞机要回到台中。好，现在我们已经都坐上飞机了，啊，等待起飞。待会机，等待会机起飞了。现在等待行李。好，听了。好，现在我在这个台中机场托运行李这边，等待我们的伙伴拿行李。行李拿出来以后，我们就要出去搭车回三义了。OK。现在我们这个八人的福建。先就业自己的已经圆满的结束了，现在回到了台中，啊，来到了台中机场这里，等一下要搭车回三义了，啊，现在请我们队长给我们勉励几句。哦，真的非常感谢田哥哈，哦，这个非常妥善的妥适的安排，让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福建之旅啊，真的是非常圆满的顺利。出乎我意料之外哈，美中不足就是有一些比较离奇的事情发生哈，不过那个只是一个插曲，其实那个大家都是逗着大家玩的哈，希望不要忘记了，上车就统统忘记了 ，OK， 好，准备。